好，我是宇真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平常在用的绘图板。其实它不算是绘图板，它算是数位板，就是拿来写字的板子，长这个样子。那因为常常会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问我说，我平常用的板子是哪一派，或是我都怎么用的？那我用的是这个Wacom的 Bamboo CT 247。我个人是蛮推荐Wacom的，因为我从国中用到现在，这台已经五年了，从我国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买的，我家搞三了，那这台用久了就是有点感应不良，所以我最近打算要换一台新的这样子。这台是数位板，它跟绘图板不同的就是它没有旁边的一些功能按键钮，它就是一般的板子。然后笔也是，笔的话就是一边是笔，它另外一边没有橡皮擦，对，所以就很普通。可是我觉得它很好用，它是很棒的东西，就我用不太到那么多功能，或是如果有触控的功能的话，可能会把它关掉，就是现在数位板子。啊，这台已经停产了，所以可能也买不到，而且你看真的很旧了。之后我买了新的绘图板，再做开箱介绍，跟大家讲我现在这台绘图板的功能啊、作用等等的。我也会找时间呢来录一个我用的软体上 SAI 的使用的它的功能介绍，基本功能介绍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的，因为常常会有人在粉丝团问我说怎么画，或是要怎么描线啊，或是等等之类的会比较好。那就期待我下一部影片吧。